来吃肉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爱心鸡排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刀背拍散的鸡胸肉更容易入味，配方都打在屏幕上了。我想这辈子拿得起放不下的只有筷子和你了。煎到微微焦黄，然后翻面，就算是一块简单的鸡胸肉也可以很有仪式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